9:30，我和江之翰给我妈妈的闺蜜过生日，然后她从小就，江之翰小时候就被她照顾，然后经常给我们买好吃的。走，爸，我们对，哎呀，送给冰糕姥姥来，哎呀，幸福吧？幸福，我都不知道，真的。爱冰牛排，送她的。哎呦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好，谢谢。让那个妈妈点了。永生花椒，他做的是做的一模一样的花，永生花。这样你不经常出差，你回去一趟就很麻烦吗？咱俩哪一个？你妈的今天生日。猕猴桃呢？你给他拿去。猕猴桃在吗？去。哎，让他俩四个。小时候我要用钱买妈妈。你好，阿姨好。阿姨好。真不好，他没看到嘞。你不到弟弟呢？啊，就不要在。你来点。要不要吧？要那个芝麻啤酒，加生啤，喝吧，吃的。给钱？不用，咱不点。他点个生日歌不得给钱吗？咱走。哎，我们没点。哎，帅哥，点吧，都点了。好，点一个。点一个。不点了就别吱声，没什么。是要就这个，就仪式感，要仪式感就我们就结束。来，我们许个愿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你咋不唱了？你刚唱了吗？你现在给我补上，唱来，大声唱。闹腾。三，二，要不然你试一下，唱。我不会唱，说话干啥？不是，我怕碰你。我不会啊。你唱不完你就给我收拾你。大声点。再上两个。自己问，不要吃那么多，吃美的。第三个，后来那人家还在吃。切下去，直接从上面切到下面。你
不会第一次切生日蛋糕吧？不知道。你以前都怎么吃的？爷爷切的。真麻烦呀。哎，好。好，谢谢。快乐，祝你天天开心，像今天啊！感谢你们一家，感谢皮康姥姥了吗？来，你要看了皮姥。对于我来说，生日没有什么特殊的实感和仪式感。对我而言，这个日期更大的意义在于来自朋友们的祝福和问候。这些美好的祝福和关心让我感受到，因为拥有了亲友的陪伴和问候，这才让每个人意识到自己依然被很多人挂念着。生日这个日子对我而言，更多的是一份来自朋友们的温暖和关爱。感谢大家在特殊的日子里，用不同方式表达对在乎的人的关心和爱护。